咁因正式將開始，請各位緊記將手提電話同埋其他響鬧裝置調至靜音模式，避免影響禮儀嘅進行。咁因就而家開始進堂嘅，各位請起立，讓我哋一齊唱《頌一》第74首《天國眾子民》。及聖神之名，阿門。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嘅恩賜，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早晨。早晨。我哋今日咧喺呢一個嘅主題嘅裏面，我哋會用係聖、國、全。點為之聖？聖啊，我哋。如果我們的子女誰不希望呢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呢？這份的期盼都是反過來天主要我們要怎樣成全法呢？是反過來的，原來不是說成器成才就算了，谷他們讀書，谷他們成績好，谷他們做這個的優才，這個的優才生，這樣不是啊，天主調轉頭要想的就是說，我要關心的就是一般的人，無論是罪人，無論是仇人，無論是敵人，無論是朋友，這個這樣的一個思想法則，讓我們呢能夠好這樣在今天的聖言，在今天呢我們有少少的一些 snapshots 一些畫面呢畫回給我們聽，我們會怎樣呢？是天主教我們的成全。全呢真的要成聖、成日，這個呢是重要。讓我們求天主，有很多地方我們不成全，很多地方我們有人性的軟弱，我們的醜陋的一面等等等等，我們呢求祂給我們呢好這樣去改善自己。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先前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
我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全能的天主，我们恳求你固守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时常思念合理的事，所言所行都能遵照你的旨意。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年如玉经在礼仪书的第53年，利己。上主憤事梅瑟說：你告訴以色列子民全體會眾說，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不可全心懷恨你的兄弟，應坦白勸戒你的同胞，以免因為他而負上罪債。不可復仇，對你本國人
不可心懷怨恨，但應愛人如己。我是上主，上主的話，感謝天主。搭唱詠，讓我哋跟隨詠唱員詠唱以下答句嚟回應上主嘅聖言。请赞颂上主，请你不要忘记他的恩宠。是他赦免了你的各种罪行，是他治愈了你的一切病苦，是他叫你的性命在死亡中得到保存，是他用仁慈以及愛情給你作了冠冕。上主賦予人愛寬恕，極其慈悲，慈於發怒。他沒有按我們的罪惡對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過犯報復我們。就如東方距離西方有多麼遠，他使我們的罪過離我們也多遠。就如父親怎樣憐愛自己的兒女，上主也怎樣憐愛敬畏自己的人。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弟兄姊妹们，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天主必要毁坏他，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这宫殿就是你们。谁也不要自欺，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在今世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他该变为一个愚拙的人，好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眼中原是愚拙。经上记载说，他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又说上主洞悉智者的思想全是虚幻。所以谁也不应以人来夸口，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无论是保罗，或是阿波罗，或是黑发，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现在，或是将来，这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
音前歡呼各位聖潔啦。天主的话，天主的爱在他内才得以圆满。姊妹同在，乃你心灵同在。共读圣马窦福音，主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掌击你的右下，你把另一边也转给他。那要与你争讼拿你内衣的，你连外衣也让给他。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两千步。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你不要拒绝。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就有什么赏报呢？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上主的福音。想詞今日咧會幫大家係會講係呢個嘅成全，我哋會話咁究竟乜嘢係叫做成全？好似我哋嘅諗法同翻天主一個諗法咧完全唔同。咁今日亦都多謝咧嚇我哋嘅 CPA 啊，公教家長嘅嚇佢哋嘅一啲嘅姊妹啦。兄弟姊妹咧，特別提翻佢話，讀經講到嘅時候咧，都可以除下呢個口罩啦，唔會再披上呢個神秘嘅面紗。今日咧都會有呢個神秘嘅面紗，我哋會係從咧兩條嘅新聞啊，兩條嘅新聞咧都唔會係假噶啦，
做出嚟咧都唔有報警啊，或者電腦製作啊，擺曬所有一切先係擺喺呢個嘅光幕上面啊。咁呢個好俾我哋咧係一個嘅啊好好嘅分辨嘅一個能力啊。Whether it is true or false, fake news. OK， 好啦，睇翻嘅時間。不是一定我們會說、啊、在我們、平時我們去我們的手機裡面可以管一下自己看就算了，為什麼我們會在一個的團體一個群眾裡面呢，我們要去看呢，是告訴我們聽原來我們的聖經裡面所講的一切跟我們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關，而且呢可以說是拳拳到肉。耶穌今天所講的東西、啊、好好地告訴我們聽，我們的反思有沒有這樣的能力是看得到呢，在這些新聞裡面的背後耶穌所講的是什麼呢，讓我們是去、啊、第一條片子。新聞的裏面的報導我相信呢是很 clear cut 斬釘截鐵，我們會為什麼會看得到在這個這樣的是一個我們說趨向科技嘛，我們去太空嘛，我們會看到不知道是不是、火星啊其他一些星球的裏面的一面嘛，為什麼在回我們的地球有這麼多的人啊、在一剎那的裏面可以被埋在地下，我要利用我們所有的科技所有的人力物力所有的一切去拯救，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周龍回來我們是不是我們強調的什麼叫科技，好讓我們去反省。特別你會見到的、啊、單單是這麼短的時間會這一班人他們有沒有分別是那個是男還是女，那個是什麼膚色，那個是什麼年紀，他們沒有的，一路是救那些人出來的時間是一路是、啊、會說哇真的救了一個小生命好，救了一個大人好、啊、哇這個是一個我們慶幸的一樣東西。天主呢真的用回這些這樣的訊息去告訴你我們聽，我們人啊是不是要去到家徒四壁，是不是所有的高樓大廈是要跌到是變成是粉碎變成是瓦礫，我們親眼去看得到這些這樣的情景的時間、啊、我們才會心動呢，天主才用一些這樣的方式，我們會說哇好殘忍，一下子是不是可能將一個這樣的城市他搶住了是二萬幾千人的生命，這些給我們去反省些什麼、啊、所以天主會告訴人聽要愛人如己、啊、我們我說不聽今時今日我們說隔離我們都不知道他是姓什麼、啊、國家自屬門前說更加是會封閉到一個地步，我們自己想想上面床呢可能用把掃把篤篤喂吵啊這樣不行啊，再打電話去投訴啦。但是你看看還有什麼你投訴呢，是不是沒曬這些所有一切的裡面，究竟我們人會不會再關心別的人呢，我們再會不會去幫助別的人呢，天主今天去告訴你我們聽的在立未記在教林當前書的裡面呢真的會說如果我們會建立一個殿宇的可以是會拆毀的，這個殿宇呢都不是天主在那裡，天主在人的心，所以經常都會說以心神真理來去敬拜天主、啊、我們會看到的、啊、這些不是 fake news， 是真正的去告訴人聽，我們會是說要救的是活生生的一個生命。好啊，讓我們再去看看呢啊、有第二段第二段的片段呢是會說一個的媽媽憂心忡忡
去搶救咧佢自己嘅仔仔，讓佢哋去呢個片段話起。好啊，第二個片段再提翻俾我哋嘅嚇，呢個嘅媽媽可能即會話自己嘅17歲嘅一個仔，可能都唔見咗噶啦，可能都已經係睇住可能送翻條屍出嚟，或者都睇唔到條屍。但係當見到係出現翻嘅時間，你諗下呢份嘅驚喜嚇。是幾咁難得，他仲要話我多謝多謝阿媽，多謝一神。仲要咧嚇，大家停一停先好唔好？我要多謝翻咧所有嘅嗰啲救護人員咧，會俾翻自己咧能夠係嚇一個嘅仔仔17歲可以翻翻喺自己嘅懷抱。嗱呢啲一切咧，我相信真係會俾翻我哋會睇嚇，仲有好多嘅好多片段嘅嚇誒，可能。即係對翻啲小朋友，唔知道一個姐姐嚇撳住自己嘅嗰個細佬嘅嗰個頭嚇、啊，希望啲人去救。佢話：我自己唔怕，我自己會點樣咧都唔係個問題。最緊要係我嘅細佬咧嚇能夠咧被救出。啊！呢啲一切嚇好、啊、多嘅片段嚇、啊，甚至乎一個嘅 BB 連磁帶都仲要冧住咧，係救咗出嚟嘅時間係一個 BB 女。整個家庭呢7個的父母、兄弟、姊妹等等全部死守，是單單一個的 BB 是救出的。這些情景呢真的會告訴我們、啊、如果這個世間我們會說、啊、天主為什麼你會是這樣去奪了是20000多人的生命，但是反過頭、啊、我們會問為什麼天主你還會讓我們會看到一個希望呢？為什麼背後仍然是嚇、啊，是咪聖保祿所講的嚇？一切咧，一切咧都是屬於你的嚇、啊。你哋係屬於邊個咧？你屬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是屬於天父的天主的嗱，呢、啊這個就係話方俾我哋聽，係咪啊？會冧住嘅，仍然啊，雖然係條磁帶嚇、啊，雖然咧係，但係一個生命，個希望喺後面。呢、這個真係話翻俾我哋聽，係咪？甚至有啲小朋友嚇，唔、啊、係痛定思過，係驚後先知道咧，係識得喊啊！救翻出嚟之後，嚇、啊、突然間哇一聲就會話：我喺邊度啊？嚇、啊，究竟點解會咁噶？點解會係呢個嘅世界會有啲咁嘅嚇情況咧？甚至有啲嘅小朋友話：我聽日仲要翻學嘅咁樣。你諗下啦。嗱，呢啲係真係會俾翻我哋睇嘅，無論係大人，無論嚇小朋友，我哋都會睇翻嘅時候咧，就會話我哋仍然咧唔掛勾住天主。我相信呢個媽媽咧唔會話大聲會係多謝阿媽，多謝天主。對我哋嚟到講，我哋需要點樣咧？嚇、啊，天主係要照顧嘅，係嗰啲啊降雨俾嗰啲嘅義人，亦都降雨俾嗰啲嘅不義嗰啲人。天主會對翻人咧，係有呢份咁嘅照顧。如果我哋都未有呢份咁嘅心，未打動嘅時間，可能我哋都係會話係旁觀者清。我哋睇呢啲新聞嘅時間，我哋食緊飯咁樣嚇，即係都仲係哦發生咁嘅事咁樣，係咪啊？好多時真係呢個嘅傳媒嘅裏邊啊，我哋喺翻我哋嘅茶餘飯後，我哋先去講。但係嗰份嘅緊急係咪？嗰份嘅迫切。啊、所以教區話翻俾我哋聽話，喂，我哋咧集結成球，我哋等等嗰啲咧，唔係會話啊一個幾毫，我哋抌抌落去嘅嗰、那個捐獻箱啊，我哋話啊為呢啲人，有時呢份嘅憐憫心未出自喺翻我哋嘅內裏，我哋做唔到嘅，我哋都係有限嘅，都係等等，我哋喺我哋嘅祈禱注入我哋嘅善功、我哋嘅善意嘅裏邊咧，仍然我哋可以咧。是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莊子呢、啊、有一句的、啊、我們都放在做成主的了，相濡以沫、啊、我們在木道班的時間，我們大家都 有大家都講過莊子會怎樣講，他說在一個池塘快要乾塘了，兩條的魚會怎樣去對著呢？要謀求這個生存呢，是吐那些口水
嚇，係大家咧去滋潤對方嘅啊呢、這個嘅身體，使到咧兩條嘅魚咧都可以去生存。如果我哋每日咁樣睇嘅説話咧，馬道嘅福音裏邊會話：你哋應該要愛呢個嘅仇人。有時我哋講好容易，或者咧係做咧真係好難。我哋都知道噶啦，諗咗出嚟嘅時間，我啲會話講係容易啫，係嘛？耶穌你咁樣講啊，但係有時我哋呢份嘅心係咪真係出自我哋嘅內心？我哋有冇呢份咁嘅真係潛喺我哋嘅呢份嘅我哋嘅信服，我哋嘅真正我哋嘅篤手喺翻我哋嘅行為裏面咧，係去改一改啊！有時我哋話去辦告解啊，神都會問嘅。你認為哇一大堆嘅嗰啲罪，你認為乜嘢係最重要啊？你要去改啲乜嘢啊？喺翻呢個月裏邊，你點去改善你自己呢？如果我哋唔識得去諗嘅時候，因為咪又咁樣，哎呀行緊完之嘛咁樣，係咪又辦到咁解？係咪啊？啊又靈性體又乜乜？但係呢啲所謂一切裏邊每一日發生嘅事啊！我哋會諗到話啊，唔知邊個啊，又話嗰啲唔知啲魚又跳咗出嚟啊，啊邊度又話誒、哎、可能又會有地震，唔係呢啲嘢啦。我哋冇呢份咁嘅心嘅説話咧，我哋唔識得，我哋唔懂得啊，喺呢份咁嘅憐憫心、慈悲心、惻隱之心，我哋好難咧係再叫起我哋嘅呢份嘅鐵石心腸。求天主啦，我哋喺翻。嚟緊嘅星期三，我哋再下個星期咧，已經係呢個嘅啊，我哋話 Ash Wednesday 啊，聖灰嘅一個禮儀，唔係單單係會話捽啲灰喺我哋嘅頭上面，我哋額上面啊，咁我哋話啊，我哋好慚愧啦咁樣，唔係啊，以前嘅話邊個人犯咗大罪，即係話中世紀嘅時間啦，我哋或者咧，我哋有嗰啲贖罪專人，我哋大家都會知嘛，邊個犯咗罪嘅時間咧，分出邊要。要披麻衣、赤腳、頭上面撒灰，去話翻俾人聽，我哋犯咗罪嘅。今時今日我哋冇呢樣，我哋唔敢添，我哋冇話，係咪啊？衰咗啲乜嘢，已經話收曬家咁樣，係咪啊？啊，唔知人可能都話啊，邊個鬧咗佢唔知點，哇鬧咗我咁樣。呢、這個真係好值得我哋睇。呢份嘅正向，正係要天主話翻俾我哋聽，你要成全咩？跟我學習。这个的成全呢、这个希腊文是会怎样说呢？他说就是 Leos 啊，即是说呢是在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是成全的，只有天主的成全。我们怎样做的，我们所有的善功善意是不是聚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了天主呢？我们会是达到是叫做成全。求天主呢给我们有这份的心改吧，去變啦，對變啦，歸依啦，啊，能夠咧好咁樣喺翻呢啲灰，會喺我哋前面嘅時間會話，哎呀，搞錯白咗佢先，喺人面前我會話今日做乜嘢啊一額灰啊咁樣，大吉利是啊咁樣，唔係啦，好咁樣咧，係真正做我哋嘅懺悔，做我哋嘅真正嘅改變，使我哋嘅心啊，我哋嘅靈，我哋嘅身心靈咧都能夠整合。都能夠咧係統整咧，係成為天主。只有你係成全喺我哋嘅一息尚存嘅時間，我要邁向你嘅成全。喺翻我嘅生命嘅裏面咧，能夠瞻仰你嘅聖名嘅時候，呢、这個咧係我每一日每時每刻，我能夠咧達到成全。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各位圣祈啦，让我们旧同心同德，重念我们的信经。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又同贞玛利亚垂了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判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宠，共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天主的恩赐惠及所有人，让我们都开放心灵，关怀所有人的需要，向天父祈祷。请为教会的牧者祈祷，愿他们在辛劳的职务中，自己也得到圣言的滋养以及灵性的成长。为此我们同声祈祷。不顾他的选民拒绝为恨过复仇，但因爱人如己，求主把和平以及彼此担当的精神赐给我们的社会，使市民得享融洽和互助的生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包括我们的仇人，求主给予我们足够的努力去实践爱德，彰显天主爱的临在。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及敘利亞地震的災民祈禱，願天主接納亡者，安慰在悲傷和苦難中的生者，給予他們重建家園的希望和毅力。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所有家庭祈祷，特别使基督徒家庭成为爱与宽恕的见证。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就让我们静默片刻，为各人心中的意愿向天父祈求。求主垂允我们心中的默祷，为此我们同声祈祷。天主，愿我们的祈祷蒙你抚允，得到你爱的动力，去度日常的生活，
因我哋嘅主基督。阿门。预备这份歌，让我哋一齐咏唱《颂恩》第九十首《仁慈的圣父》。全能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哋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我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有为我们和他整个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哋为侍奉你而举行呢件圣事，恳切求你使我哋为光荣你而献上嘅礼品，带俾我哋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阿门。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举心归向上主。请颂感谢主，我哋嘅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嘅天主，藉住我哋嘅主基督，我哋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嘅，未能使人得救。你愿一切归于基督，使我哋分享佢嘅完美。基督尊为天主，但系谦益自下，以十字架上所流嘅圣血协调万有，因而被尊一切之上，成为信徒永生嘅根由。为此，我哋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神圣，歌颂你嘅光荣，不停咁样欢呼。Thank you.
主你實在神聖的，你所創造的萬物你當讚美你，因為你藉著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以聖神的德能養育聖化萬有，又不斷為你召集子民，可能夠時時處處向你呈上純潔的祭獻。上主，所以我們懇求你藉著聖神聖化我們獻給你的這些禮品，使都成為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我們遵照他的命令舉行這項無職，舉備出賣的那天晚上這麵餅，感謝讚頌你將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這樣你們大家去吃這個替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佢同樣拎杯嚟，感謝讚頌你交俾佢嘅門徒，咁話：你哋大家拎去飲呢一杯，就我嘅血，新而永久嘅盟約之血，將為你哋同埋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哋要咁樣做嚟到紀念我。圣子为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个赎罪的牺牲，为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之内成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愿你拣选的人首先同埋天主之母同精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佩戴圣约瑟，你的圣宗徒同埋光荣的殉道者，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着你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个同埋你收的祭献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同埋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斯德望、所有主教圣职人员，对爱德都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之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个大家庭设立在你台前，求你都鼓稳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包括在土耳其、叙利亚因为这个地震丧生的兄弟姊妹。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都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祂赐给世界一切美事。全能天主父，如愿一切所望的我未见，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Oh
穌都承認只有天父是成全，讓我們能夠是邁向這一步的一步一步地由前次天父，讓我們誠心向求向天父作我們的懇求。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是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愿主的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生命同在。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请看除免受罪者，望住你父与羔羊婚宴的兄弟姊妹是有福的。主啊，担不起你的心，只愿你说一句话，叮咛我就会痊愈。加發展自幼而領受過初領聖體的教友，先至可以到祭台前領受聖體聖事。其他人士，包括你初領聖體的兒童，請留在座位上面，我哋會為你代禱。兒童祝福將會安排喺禮成位。如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請先辦妥告解，然後先領受聖體聖事。
最後根據教區指引，靈性體仍然只採用手領方式，請各位教友於靈性體前後用消毒液搓手，面對時請保持社交距離，多謝合作。領主永讓我們一起永唱《延廣第八百二十四首》Here I am Lord。
主叩请各位请起立。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在这个圣体无迹之中，你赐给我们救恩的保证，愿这件圣事亦都为我们带来救恩的效果。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今天共有三则堂会公告。第一项，嚟紧嘅星期三，2月22日为四旬期圣灰礼仪日，年满14岁的信友需守小斋，而年满18岁而未达60岁的信友亦需守大斋。所谓小斋，即放弃取用已决动物嘅肉类食品；所谓大斋，即只可饱餐一顿，但喺早上同埋晚间只可以食少量的食物，其余时间只可以取用流质饮品，而不能进食。信友亦应该在四旬期内多行祈祷、补赎和爱德善功，例如在屋企和屋企人一起祈祷、念玫瑰经、默想每日的灵撒读经和祷文、履行苦恼善功、关怀贫穷和其他身心上有严重需要的人士。第二，为增进教友的神益，堂区由2月26日四旬期第一主日去到4月1日圣知主日前夕，推行四旬期读经祈祷活动，邀请大家踊跃组织和参加小组，每日阅读当日的福音，每人轮流将触动的圣经章节在群组分享，互联读经祈祷。而堂区亦都有设有摊位在上面的堂区办事处附近宣传，各位可以参阅堂区海报或者在摊位度有询问。最后，堂区鼓励教友购买每日圣言2023，在疫情下生活，各位可以藉着每日的读经同埋祈祷，信赖天主慈爱守护，滋养自己的灵性生命。堂区办事处有售。堂区通告报告完毕，主有各位，各位请起立。咁我哋啊，头先都听咗啦，我哋需要系大人守大斋，小人咧就守小斋。咁你唔好话啊呢、这个大斋紧要，我哋系整翻个海鲜大餐叹下啦。啊，唔系我哋咧啊，头先我哋所听到嘅一齐，真系咧我哋会话啊呢、这个嘅斋戒沐浴咧，系从我哋内心开始。我哋能够啊记得住啊，我哋所听到嘅，我哋所见到嘅，我哋笃守咧，我哋所信嘅。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愿上主降福你们，保护你们。阿们。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们，仁慈对待你们。阿们。愿上主转面垂顾你们，赐你们平安。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哋同埋你哋嘅屋企人，阿嫲，微撒礼声，感谢天主。礼成咏，让我哋一齐咏唱摇滚礼827首《Jesus Loves Me》。各位儿童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上前接受神父嘅祝福。